直走，不转弯。嗯。好，慢点，往右一点点。嗯。我们的鸭脖的味儿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坐好，保持坚硬。嗯。五、三、二、一，睁眼吧，将将。鸭脖。还有你最爱的麻辣牛肉，还有长寿面，我亲自煮的。敢不敢动？去，谢谢你。赶紧许个愿。 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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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神秘，还闭眼睛？不许睁开眼睛啊！没有。你要敢睁眼，你就是小乌龟。我才不睁眼呢！来，坐这儿。 不睁眼啊！没有，我盯着你了。哎，我看着你偷看了。没有。等一下吧，那么着急干嘛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讲，我都不用睁眼睛，我都知道我前面摆的是啥，我都可以直接许愿了。啊，我许愿了啊！哦，给点面子嘛。 这次要许几个愿望？嗯，哈哈哈哈！这位同学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我是准备吃来的。你想吃吗？这啥呀？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你今天我瞪了你，我跟你说，哎，错了错了错了！哈哈，道歉。 对不起，要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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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
我没有女朋友。没有？没有。我在机场看到一个女孩子来接你，挺漂亮的哦。哦，你说是七雨吧？她是我老乡，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。青梅竹马不错啊，可以发展发展。哎，我说你是华尔街精英啊，什么时候变得跟妇女主任一样八卦？我们妇联主任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单身。干嘛问这么多啊？你想追我？你让我追你吗？哎，别动。你是不是觉得跟我在一块儿可以特放松啊？吃的跟小花猫似的。别动我的奶酪。困了，去车里睡会儿。